又来一个！啊，这群家伙没完没了了，我甩开他们！啊，真是群像苍蝇一样的家伙，好讨厌啊！公主打中了吗？没打中，根本就看不见。好危险，差点打中我呀！地球人的武器杀伤力这么大呢，要不是命令，我才不愿意干这差事儿。 接下来只有把车弄翻，我就算完成任务了。公主，把枪给我，你把安全带系好，准备做抗冲击姿势。啊！让我来教教你们什么叫做交通安全吧。 看我们第二小队的了，我们打人脾气可是很火爆的呢。月姐姐，小心，后面又来一辆。啊！林教官，快接电话！呀，别跑哪里去了？好吓人，公主发飙了。 好武器，差不多该结束这次任务了。是，地球上的武器用起来还是不怎么顺手。别说废话了，专心做事吧。射击！ 冲击姿势，准备好了，继续射击。队长，天蓝公主已拦截。啊，别出去，公主！快找地方躲起来。目标已进入包围圈，开始行动。 混蛋，城里居然混迹这么多污染星人！不要，我们想办法先撤，另找机会吧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啊，不就是几个喽啰小兵？不要那么过于担心了。调查员，不要！啊！命中目标。 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是，公主失踪。 你好，我是医疗博士，姓陆。你好，我是于博士。
一公后你多时了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头部和肩部遭到二发阻击。哦，这是他今天的体征数据表吗？是的。嗯，心率血压正常，看来危险期已经过去了。我要去给月姐姐报仇，救出公主。你根本没有保护好公主，不是吗？让你一起去参加会议，你去哪儿了？所以，我现在要去救公主。做事不用头脑，你知道公主在哪儿吗？现在就去找。确定月姐姐在这里？嗯。月姐姐，早上好，月姐姐。给我站住，保持安静。大家早上好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毕竟她刚刚过危险期。你们谈话注意时间，不要打扰他的休息啊，过去吧。这个状态大概一星期后就能出院，被击中两发子弹，幸亏阿东现场做了急救，他才捡回了一条命，你得感谢他啊。真的吗？花茶月长官是个幸运儿，陆博士可是东南医学院里的首席督导，世界医疗领域的顶尖专家，而且他还是位生物学家呢。你过奖了。没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公主怎么样了？现场查证已证实，公主可能已经被他们抓走了。我被一个闯进基地的污染性人袭击，他还把我关了起来。等我出来时，你们已经出事了。他们不会把公主怎么样吧？他们一直在找起源魔石，应该暂时不会把公主怎么样。敌人这次是冒充我的声音把他们俩骗出去的，以后我们这方面得小心。就是，看来他们是有预谋的。的确是有这个可能。最麻烦的是这外头有一大堆污染性部队，我们得加强鱼城的防御系统。我一定要救出公主，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这次一起去了就没事了。现在污染星人到底把公主带到哪里去了？我们都毫无头绪。月姐姐，我们一起去救公主。我也想赶快好起来，可是你都看到了。喂，阿南，你要做什么？喂，月姐姐，快给我放手！欢迎啊，天蓝公主。做梦！天蓝星现在已经是沙林大帝的天下了，你何必这样不肯合作呢？快把起源魔石交出来吧！做梦！可恶！你们休想得到起源魔石！那么我们只好来硬的了。阿东，阿南。